那老师是那个岭东科大的老师，那他是专门就是做摩克斯的老师，那摩克斯一直就是最近教育部大家就是已经推行了好几年，然后也是很希望这个学校都希望可以从一堂课可能本来只有教50个人，然后可以就是教导到更多人，然后如果它可以放到线上的话，你其实可以变成5000个人，然后大家同时收看都可以更扩大这样。那所以今天不管是学生来听来学习，或者是就是老师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回去尝试看看。那我们学校也生根计划里面也有一些经费是放在就是摩克斯上面，然后教育部最近也有一些摩克斯的补助款这样。那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，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学习，然后也对我们以后未来的课程是有帮助的，大家都可以回去再做看看。那老师刚才跟我说，他2年前已经来过，那讲的是比较基础一些的课程这样。那这一次呢，他会带领我们告诉我们如何随时随地在不同的背景之下，就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花很多钱购置的那一个摩克斯的摄影棚。对，他现在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在原来的课程上面，或者是就是其他的背景下面，都还是可以录制我们需要的课程。那我就不多说，然后欢迎老师把时间留给他这样，然后谢谢他好，的谢莅临。谢。那我就请老师来开场一下吧，我没有准备这个。请他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帮您打板。是我帮你打板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就那我们就进入虚拟教室啦。看得到吗？在这里，对。好的，开始。OK。好，所以各位这样，我们马上就进到虚拟教室，有没有这样比较简单？而且我们都，我到每个地方上课，我都自己准备虚拟摄影棚。我都不会放别的，我都有帮学校特别准备一个。好，那这样子你看起来就比较 OK。其实呢，现在说真的，教学不管是学生、老师，还有整个教学环境是都改变了。所以其实说真的，老师也要尝试一下，改变一下，大家的知识都没有问题，现在只有什么途径，可以变化一下，因为现在所谓的数位工具真的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方便，所以真的可以稍微尝试一下。像我礼拜一，刚好是屏东的那个校庆，所以呢，学校就说，你可以上课，也可以鼓励同学去参加校庆活动，所以我们就改成 YouTube 直播，我就在家上课，啊，同学要来上的就自己到线上去看，看完之后，如果他们去参加校外就是校庆活动也没关系，一样可以就怎么样，就是自己上线去做复习，好，所以现在就是工具很多。那我自己本身呢，在这边您可以看到，就是用那个，您可以用关键字，树老师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，好，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。好，那这边幕后花絮我就把它切回来。转回来，OK，好，在这里哈，那您可以进到我的部落格上面去，就可以看到蛮多，就是跟包括像现在这个虚拟摄影棚啊，好，或者像最近因为学校在上这个 3D 的部分，我就把 Photoshop 的 3D 把它带进来，好，因为 Photoshop 的 3D 应该是像我们学校也是 Photoshop 也用蛮多的，很多学院系上都会用到的。那 3D 部分是一般大家比较不熟悉的，好，所以会像这样在这边做介绍。那你可以从上面呢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看到我的教学影片，好，就可以看到很多。事实上我是有2个教学影片啦，就不是2个 YouTube 频道，那已经都有达到盈利的标准，因为现在要达到盈利标准比较难一点。那么另外呢，在左手边这里，左手边这边呢，我现在呢，这里我有放几个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虚拟摄影棚，然后呢，3D 的，我们刚看到那个背景的部分，哦，我就是用这个 3D 软体做的，像这样子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教学比较有关系的翻转，我们
们现在常常在讲翻转教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把它整理起来。那这样子呢，如果您有兴趣的，也可以到这边看一看。那么刚刚有提到，其实两年前、两年半前过来，那您可以往下看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告诉您这个资料在哪里。这个就是我礼拜一上课的。我们上课也要虚拟背景也要做一下，对不对？不能那么随便嘛。虽然一样只有两学分的课，我还是很认真的准备。好，所以我都有把虚拟背景做好。那在这边呢，点开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上课的。那时候其实我就有介绍 OBS， 可是那时候比较单纯介绍一下而已，好，并没有就是让大家去用，而是介绍比较多其他的。那么我们往下卷动，我这边这里就有那个上课录影片，点进去，所以应该很少老师可以让你随时回到过去的，还可以很清楚告诉你。你看在这里，我们的上课的方式我会像这样，一段一段我会把它整理起来。那这样子，如果今天我只有录两个小时，我想大概没有人会进去看。那么我们这边我都会像这样，就跟摩克斯一样，我们尽量一个段落大概是5到15分钟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使用者在看的时候，观众在看的时候，相对比较不会那么快就关掉这样。因为说真的，如果你录太长，大部分大家现在都不太有耐心，好，不然就快转。可是呢，至少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标题你要把它下清楚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即使他没有来参加这个课程，他要看的时候也相对容易，啊，也相对容易哦。这个是我先简单稍微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呢，